在铁路上就看到了，停车位真的一位难求，行人通道啊，当场方向300公尺，是他地图，中秋礼盒，堂哥直接给他买永恒芝士礼盒，必定十八趴马来啊，离山场还有4个楼层，内额外给你最好的商务茶庄。红颜限量红玉老茶，蜜香红玉啊，你感觉出来那个茶叶等级不一样。下面的场景，书店在这里，这有很多耍废的地方嘛，它刚好在 logo 的下面。你别看它叫做王美嘛，每个定点都有一个水很赞，这是他们的吉祥物吗？今天录影哦，正方形的，糗的一天，在里边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 今天呢带过去南投埔里日月亭一日游，听说这个商场是8月1号开幕的，然后是一个复合式的这样子，今天刚好有空，我想说去看一下。 OK， 废话不多说，出发 Go Go。 下九楼道就看到了，在加油站旁边而已。我们到了，我们停在最山上的一个停车场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走300公尺过去。我已经见识到了，真的像网友所说的，停车位真的一位难求。我看。很多人都在回转，一直回转，一直回转。停车场这里有几个流动厕所，没想没错吧？如果你没有来的朋友，我觉得建议你们停到这里啊，因为我刚才看门口那边的停车位很少，所以直接开进来这里就好，这里比较大，位置也比较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就要走过去。这里动线有规划啦，其实还行啦，但有行人通道啊。这里有一些本地的商家吧，商场方向300公尺。Hizuki Town。哎，安尼这是日语的呢。Hizuki。Hizuki 应该是日语的日月的意思吧？哎呀，这是它的地图，这是它的建筑物嘛。之后呢，有餐车聚落。走过来，日之界小农市集。好，一进来就会先看到这一栋本栋，然后这里的停车位真的很少。没几个，大概10个一吧。营业时间10点到晚上10点。永恒芝士啊，没有。对吗？堂哥直接给他买永恒芝士礼盒，980，吹了。好，走。下面那个。
这个日月本家是在卖月饼的，刚好中秋节可以来买，很多中秋礼盒。很赶快呢，那我们几个饼店装饰成这样，我动作在买化妆品呢。Feeding Spa 他们来啊，卖面包的。梨山茶。呀，二楼他们，二楼那有书店的样子。还有四个楼层。哦，书店在那里。有一些，哇，很香哎！应该是卖精油的吧？每日限量冷泡茶。由内而外，给你最好的。朝雾茶庄，限量红玉老茶，6800。每批茶叶经过严格控管，存放15年以上，限量200组哦。蜜香红玉啊！啊！谢谢。这红茶跟饮料店的红茶拎起来感觉会涩吗？不会，你感觉出来那个茶叶等级不一样。还有蜂蜜香吗？不，这也是惊喜制造所。哇，扭蛋机。凉哦，红玉冰淇淋，帅哦，可以，可爱，这是嘴巴不会很渴，嗯，淡淡的茶香。到三楼，我这间是卖甜点的下午茶。这是下面的场景，可以这样一直走过去，到外面都还有。三楼一间咖啡店，书店在这里。Thank you.
可以再上去了。这有卖乐高哎。书店要再上来，我会看到。他们刚才在拍这个机，这是真的还不错。你要来这物件，类似文青风的物件。堂哥吃午饭了。前面有特斯拉的位置，算一下，二四六八九，应该有九个吧。看起来我靠哎。对哦。还有料啊。没啊，那边还可以再过去。好，我们要去外面看看了。帅哦，这里有很多耍废的地方。他今天到现在了，他已经带好久了。这里有很多摊贩，卖冰淇淋啊，卖茶什么的。哦，买一送一呢，这不知道什么东西。最近也是卖茶的。哇，它刚好在 logo 的下面呢。你别看它叫做王美吗？王美才会来的地方哎。什么地方都可以拍照一样。对啊，不太适合我们来。哇，这里有美式的了。哦，这里都有那个水冷扇，好凉哦。哎，水冷扇今天写凉的呢，你好吹掉。这里有咖啡，就每个定点都有一个水冷扇，还蛮贴心的。只知道坐这个位置会比较好，那这样吹过去。农旅市集，农旅市集到了。然后这里又是另外一个停车场。这里位置就比较多了，大概二三十台应该没问题，只是都是满。这是他们的吉祥物吗？因为刚才在楼上都一直看到。然后每个区域都有这个类似露营的地方，你在露营哦。这里面有春月樱花饼、日下玫瑰饼、秋玉玉薯饼、东桥马告饼，应该是各两个吧？总共八颗，正方形的哎。糗的一天。都可以，一整排拢是黑露营椅，真的是糗的一天。
哎呦，这个真的不错哦。没好来有布哦。耶，坐进去。来来来，趁这里没人。这里比啊。好了，走过来大概是这样，没了。我在这里有展览哟。累了就去牛眠铺里躺一下。这里有机车停车场，在加油站的旁边。加油站在这里，停车场就在后面。加油站开的咖啡。好了，各位，那我们日月亭看的差不多了。我觉得这也比较像是一个来普里玩的一个休息站，就是你开了很远的路，然后来到这里休息一下之后，再去你想要的景点。我觉得很多贴心的地方啊，就是有很多的水冷扇，然后很多的座位，有很多卖茶的东西，跟茶叶有关的。动线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是可能停车场距离休息站比较远吧，要走300公尺，但我觉得还好。OK 啊，那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记得把那个喜欢；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记得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旅程见了，拜拜。